确是很不一样啊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雾啊，雾大的话也意味着就遮住了太阳嘛，所以温度也很低。现在啊，我待会看一下多少度。现在呢，幸好今天我刚买了那个，你看超厚的，5和4的那个衣服，就还新的，第一次穿，特别厚，刚好可以用一下了。温度是16度，现在是16度，现在是下午2:05。今天的日落是4:35，所以的话还有2个半小时就太阳就要下山了。其实现在跟太阳不在太阳没有也差不多，太阳就在这，昏昏的。
4:50好像4:50天其实已经很黑了，只不过这个相机拍得很亮啊。刚刚其实我这衣服真的是很暖，就感觉穿了那个卫衣和秋裤一样的感觉，非常暖。然后刚刚在洗这个冲浪板，在 Seal Beach 呢，我觉得冲浪最好的就是有这个地方，有这个地方呢，就你回来的时候冲板啊，然后冲衣服啊，都非常方便。看看这个地方，看我的板已经冲干净了，过来。今天也是冲的蛮爽的，蛮开心的，因为没有想象的那么冷，和只是能见度比较低，我那相机拍的可能就拍不出什么东西，但是浪很好，然后也冲有好多次都冲起来了，就转起来一直在滑，不错，今天就到这吧。